前世作孽，人家呢有理有理和无人接替，我呢有理有理呀、啊、有人接替，就是生子三个儿子，挨头挨脑不成大器。套进两房新屋啊，一个叫早日出版，一个叫楼台独步，一年到夜急急杂杂，项目不定。独在一眼不明，还想做当官人。哎，真弄得我头昏脑胀，走投无路。现在啊，我听人家来东讲，吴氏门里有个张苦东的阿囡叫张九斤，独在阿高，品貌阿好，要是能做我第三房新妇，那么我300亩田地可以包老宅。老贼，哎，里面张四五来动吧，哎，张四五，哎，张四五开门。老的啥人啊？哎，是我呀。女没有光啥人，我没有找零啊，这个多有名，我哪个没名字的？哎呀，一个便宜便讨起子，我的名字啦要用身份身我哦，刚刚来我算算看，跟侬听到啊，一斗半两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我是连名连姓的什么叫侬姑娘自家啥你爹王是吧？哎，那哪个晓得个叫我身上呀，一定是九斤姑娘懂得里面个姑娘，侬叫说个名字啊？我的名字还要说一个，那刚来我说说个刚刚听了啊。一斤半两斤半，二十四两三斤半，我是连名连姓的城管，杀你爹王侬是算。哦，侬就是九斤姑娘。杀你爹王侬来做啥？哎，我叫那个爷到屋里乡去哭东西。哎呦，侬来不着来。哦。俺爹啊，出去从炮乡上一起来。哦，哥们，侬爷回来，侬一讲，侬叫讲啥？你老爹往来不在，叫伊到我啥个屋里哭东西啊？干嘛侬个屋里来了哈里呢？啊，我屋里呀。嗯。哥们，侬听懂啊？门前两个国门人，一是烈腰烈拉往你登山，七八步跳着到头顶，武术实在当头金针，几好像打着棍捏，你非要外来吃呀，你非要面上困，就是我是干个国门人啊。好，我晓得嘞。啊，侬晓得咋？哎，跟侬讲拨我听听看。上岸龙门嘛，就是一顶上岸石桥呀。这个这个。前面老爷爷嘛，就是读书的书房。哎，对个。老亲亲嘛是祠堂。嗯嗯嗯。来过门嘛，就是一座圆圆的玉堂门。哎哎哎哎哎。门口两个关门人，就是那门口有两只重力石，是不是啊？哎呀，侬到我屋里来过噶？来是没来过，毛猜猜个呀。哎呦，个姑娘，独在倒是有是好的。不是相貌好不好？哎，姑娘，
那么我去在侬爷来，叫伊早一点到我屋里来吃便中饭。哦，啥人电话？赶快到我屋里来坐下去。不坐下，点心吃点去。不吃。点心不吃嘛，粥也吃别去。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刚侬点心不吃，粥也不吃，我不客气，不送侬了啊。这姑娘倒有些调皮的，门不开叫我坐坐去点心吃自己。不错，等张库东来啊，这门亲事一定要得一成功。生意好吧？哎，出馒头了，哪里来的生意？啥人了？倒要侬扣东西？为啥不去？啥人老的人啊？农忙的时候吧，田翻走走来，地翻碌碌；空闲的时候啊，坐点坐坐，无数碌碌，闲话蛮多，啥么难做，七十头蛮多了。伊讲的闲话听不懂，不去。阿爹，伊七十头来，侬听不懂吗？阿哪个弄好嘞？阿侬是阿爹生的呀，只有阿爹教阿侬，哪有阿侬教阿爹呢？嗯，人家来了讲只有上年的学生，没上年的先生呀。侬个闲话倒是对的，那么伊个闲话嘞，我听不懂，我回去来问我阿侬去个太太嘛。嗯，阿爹讲好了呀，侬来要金家上长腿婆摆在屋里，伊要是七十头来呀，侬直接讲我去拿长腿婆去，干嘛能好教侬嘞？哎，一个不知道的呀。阿诺，上台把刀夺出来啊！阿诺，阿爹吃盐肉丸去走。阿爹，咱们那生活做好，么早点回来。哦。啥人电话？啥人电话来了？你懂吗？来哒！哦，是张师傅来着，啊，亲戚。张叔请来告终。张叔啊，你中日前有没有的朝肯过啊？啥人电话？我中日前来朝肯过了，你朝肯？哎，个好个好个好个。哎，李子老弥陀，人神风得动。今朝张师傅来那庙前摘公鞭，施我一两个杯，有钱莫三月儿，天堂的尊神尊不比的娃，来我你留手枪，哇啦啦啦啦啦干起来！啥人电话？哎，侬叫我来看洞的呀？这个。那么该到新的洞来修，旧的洞来修，长的洞来修，短的洞来接。哎。干啥人电话？哎，侬要看啥个洞啊？我看老外洞。哦哟，啥人电话？我弯来弯去个洞不会看的了。那名字叫老外洞啦。哦，名字叫老外洞啊。哎。跟侬讲来，我听懂。哎，跟侬听懂啊。哦。我天亮要看天亮洞。哎，这要哭无啊是痛，十六西山黄昏洞，白牙山顶要惊痛。我要哭有给无地洞，要哭有给无给洞，还要哭这赤龙洞，两只耳朵敲松啊松，哪个一对夫啊妻同。还要哭着奇怪洞，一根弥补通天宫，一根黄当上当中，上头一记松啊，下头不隆咚，叮铃起来莫咚咚，我问侬张师傅咚分啦咚，这天一刚咚咚咚，隆咚一跌也不咚。啥人电话？我哭大起来啊！哎，好个。我要啥人电话不带在？再说，我要去高山忙去的。送个东西，上台忘了。哦，这跟我叫一人不能去多的嘞。我是个吃东西，张师傅，你再说，我懂得挑自己。懂得讲啦。
上头起起马上就来。什么脸红红不脸生啊？我为不能看那个啦，动荡里头怕看到侬小人还要割出去。那我不能高高过起来。你个臭男的了，高高过去我三样你把走。放心，张师傅，我要带的是带里的东西，一样都不会来吃侬的。妈的，带的是个哪里来啊？还是叫我去带子嘛，快点一步步动啦。张师傅同名龙翻东，一回家去叫伊阿奴做帮工。我舅舅归一回亲事，十年老诚心诚意做亲家阿公啊。正方来快一点，一只我一只来，快到项目去讨完。为啥要讨完啦？东呆么嘞？东呆不都是吞气吗？都是吞气，我宁愿不吞气啊！干哪里去了你？不杀过阿拉嘞？杀过为啥要阿妈滚蛋了？那我是我杀过，不要去，不要去，侬一定要我去。杀过门口不成，报警么就带脑壳个两个斧头劈来。不要的，小娘，哪里是真的斧头劈来，不要劈啥个？因为我讲了好比斧头劈来，搿伊讲啥个闲话呢？哟吼，张叔来在请来告终。哦哟，阿爹哎，根本是去客气闲话，伊请侬坐。哎，我是坐来这样，伊要问我在，张叔侬走着去还有啥听过？阿爹，中十天嘛，就是中饭呀。啊，侬想十天是不是一晚啦？就是问侬中饭有得吃过。哦，搿是花样精玩意嘞。那么我们在十二帝王，侬叫我来哭动我呀？那么该当要哭啥个动呢？又要哭老顽童？阿爹哎，老顽童嘛就是九只动呀！啊，侬想一个九字是不是弯的啦？那么就叫老顽童呀？哦，就是九只动啊！哎，看呐，侬同名真不晓得了嘞！阿爹啊，侬讲来我听听看。噶侬听懂哦？苦天凉冬，清早起来的洗面童，洗面童啊，嗯，还有俺这五十阿童，阿爹弄着老顽童，十七岁我昏懂，上工端工都要用，年番回来的洗家童，我呀三个多情阿童。阿诺一个王干呀雨冬，阿诺是只魔童吗？是魔童呀。哎呀，还有嘞，要哭有给我的冬，要哭有的我给阿冬啊。有给我的是活该，有的我给是头不痛。还要哭着十龙通，两只女都敲松松。过年过节都要用，这只名字叫真童。要哭一代恩恩爱爱夫妻呀同，这代就是跳石童。他都跳到是跳不来个。阿诺，还要哭着鸡瓜童，一根一波通天宫，一根瓦当上当啊中，上头一记锁。我的不隆冬啊，冰冷起来暖冬冬，我敢弄阿侬就杀个拉阿侬。阿爹哎，这怎么就是吊丝个吊冬？哎呀，有个米波冬了啦！这米波呢，就是一根绳子呀，吊冬嘛绳子嘛，哪个吊吊呢？哎呀，肯定是个起毛衫嘛，我从小会做的嘛。阿爹侬是会做的呀？阿侬，赶快帮我拿出来啊！啥你老死难弄啊，你要啥啥我不会做啊。阿诺，啥你老你难弄不过，我还是做包商的好，让我饭吃得起。阿爹哎，阿诺带侬去吃盐城饭去嘞，干么可能好嘞，阿诺烧好吃的侬肚子嘞。啊好哦。阿爹啊，嗯，难弄去啊，我上么好硬点嘞，嗯，耳朵么好香点嘞。香点。伊问侬同个名字，问侬会得背听。会得背听。伊要是讲这个同名是不是那阿诺搞弄个？搿哪话呢？刚侬讲侬是不是那你师长啊？哎，搿对呀。阿诺，我知道。啊。
西瓜店老子的一句劲的弄走的水走的水啥也听话哭动哦哎呀张师傅啊那委屈的一大那可精神抖擞喉咙光响我打动你的喉咙不要响好在好在说我长得不过啊张师傅来来来啊说我来哭动哭动哭动哎张师傅啊我哭几只动九只铁梁洞、棉洞、哎，这五十洞、龙泽万洞、十六西山黄昏洞、大江江洞、妖精洞，好在张师傅啊，侬这个洞名是哪能告诉侬的？啥人的哦？侬是那儿子生的？我哪个儿子生呢？我哪个阿侬告诉你？哎，好个，张师傅啊。我这个九只洞不哭着我另外要哭一只洞要哭啥个洞要我要哭三个不金边洞不给墓地两个空隔断圈圈是小洞一个往地手当中哎张师傅哎那老实告诉我这个洞名是不是那儿童都讲过讲出来我不要侬哭不讲出来要侬哭是个儿童讲是那儿童告诉侬啊好个好个好个张师傅来俺同不哭在来坐来坐来带带亲坐来带带亲啊哎张师傅啊我听人家来动我、那个九斤姑娘个女儿啊上得十分聪明我呢有个三只十八宝没没没事情我想叫那个九斤姑娘许给我做第三房新屋哎农村好不好哦呦三姐听我那是有同龄人家那是穷人家就是连嫁这么也嫁不起啊姑嫂不要千光万光我只要那俺们家里一刀姑嫂不要姑嫂不要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这三只傻包包啊个孩子哪个能拿回去啊？哎，张师傅，那给他一百两银子收动。哎呦，我上外没做过嘞。哎，这个是给那阿能做彩礼银子哦。我阿能分嘛个？分嘛个啊？张师傅，上一道我大早婚女当家，侬阿能总要配人家。我啥你啊有点有点有名声跟我做小夫会亏待他我不以不当小不当了不就就可做当家要是侬嫁掉阿侬苦郎亲侬可以一用来记他三年银子一把两不侬开店过你家张师傅啊我一切当时都为侬侬错过机会是心烦让你听话我倒答应在那侬倒不肯我老头子侬倒不要就是要派亲眷们我还要回去问到我阿侬去个哦个大对个张师傅啊侬先帮我做两副顺三嘎子好个好个铺两袋丝的
啥你往脸上叫请到我的来坐，哦坐，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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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你别忘我不走嘞。是哪家送饭来的？哦，不，哪家送饭来的？哪家正好福气，有那个阿囡正是前世修来的。三弟弟，我来了，来了，天姐，我陪侬去啊。老子告诉侬，阿光不可能我洞房里了吗？还要让我再出来？哦，侬都再不能我们里哪来了？侬偏是来洞房来找我，大家都是上家的媳妇呀！我这丈夫不可能是这种，为啥一定要不能辛苦了？不能辛苦了？当官的我没当，当官的个面孔都放出来噻，叫侬个面孔，叫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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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孔。这姑娘，我不存在，你自家去啊。两个他娘娘哎！哎呀，阿公哎，阿公哎，是干么做忙去了？是哪一种？那跪下里里啊啊，跪啊跪！好生那么照顾，身上上听。那乖嘛，人家好做位放炮，做完放一做人，乖乖嘛，哎，人家又不肯听。阿公啊，我不晓得跟侬讲过多少遍嘞，阿婆有毛病啊！在家屋里啦，是找了一个当官的啦，我喊侬晚上早点去地方，早点去地方。哎呀，公啊！好，我来决定决定。那两人，一个人帮我做一桩事体，做成功就是阿人做当官人。好，好，好，跟我来。哎呦，阿妹，跟伊拉饺子就要来第一个。阿爹，啊，要去么弄去，我不去个，我不去个啦，我不去个。不去个。伢子，一笔弄过啦。他们哪个带给我我给你我我阿女我亲自你要问阿女自家的叫阿爹哎该一再问侬我一定要回答一个哦晓得的晓得的阿爹亲亲姑娘看不坏难得开难得开亲亲姑娘难得来难得来啥个不把侬催过来快到我房里去送一把位我把家送完来我里是晚夜一大袋我躺有空我再来今早不能来往来亲亲姑娘好吧，那打开手手，打开手手啊！不走了，亲亲姑娘，我上听阿公提起你呀、啊，说你聪明是玉伶啊哩，身好手巧，哎呀都在好，还肯帮人家难啊哩，我的也想回来去。为啥今朝看大气为自己的当过你不晓得受了多少啊气今朝阿公出卖的奴才徒步一张衣要做点的大手巾还要做一件长衫一条袜子做得起来是我当哥为此的来请教啊你啊姑娘想来是办法多啊我想侬一定有好子啊姨只要我做着当哥人我想侬两件事端啊放心了他要个办法啊我都能想想看好个好个一张一差不一样哎刚刚得一做一件长衫好嘞干嘛有啥样东西呢
手管理，两个手指打个结，不能公公和扛东西。手进来啦，小经理，葡萄起来好看眼里，要是能进到口里才得真，还好多一双哈干的。哎呀，菊金姑娘，那个不能想不出来，侬真聪明。要是侬做着当官人啊，我一从从叫个下家侬来。那是不是有娘啥事吗？啊，是。要命要命真要命哎！烧得四块红一身，我叫烧起两三层，我也把碗子。一张纸体要请侬帮帮忙嘞，侬有啥要我帮忙？为是做个当姑娘呀，阿公叫我烧饭，不想做嘞，不想阿饭，半边烧半边来，这面汤水叫鸳鸯饭，我烧子过年烧饭去呀。哦，青龙姑娘来家家难，啥你老为人孤身干，你诚心把他些无难，自从本孤分天地，世上哪有鸳鸯伴？一叫侬烧鸳鸯饭，侬也好出一个主意讲他难。什么主意嘞？侬瘦瘦我亲自把面刚落，一扎好去手把破，没好该是烧不成，侬要苦该要自重。要自啥个重？侬要一直得相思来得相做，本子红来本子落，半边黑半边薄，名字就叫鸳鸯座。鸳鸯座，鸳鸯座是哪么出来的？刚刚讲我鸳鸯饭呀，烧不起来的。对了对了，菊金姑娘，小家奴，我跟阿公去我去去我去。地上来，聪明起来，拿着。阿公啊，可是这样东西了，不是你自家做了，是菊金姑娘在那去门外的啦。啊，我去问得了，侬问你，我都快点，侬快点，我倒是快点弄啊。哦，侬去。俺去问得了，讲我了。哎，我只去问得了个，让侬自家做啊，侬自家做啊，我自家做吧，侬自家做吧，侬自家做吧。过去时间弄开我在靠着点点弄枪我在自家不会做绝技之后面从今而不要动我做不清那老子相信关掉两手肚子阿妹听得外面闹吵吵，为啥骂我十年老？三沟我生十年老，那个道路我生十年老，哪个三块老？一战胜我这黄毛毛，侬陪我黄毛到怕了，十十不陪我黄毛，不会放过侬十年老。杀掉侬这黄毛毛，侬不该骂我十年老。
杀掉毛毛没杀个大不了，我就给侬一扎头什么？我扎不是头什么？根本你什么？也不是你什么？戴春帽不是戴春帽？根本双春帽也不是双春帽？桂花帽不是桂花帽了？难道未必金丝吗？请的美容请的苗一点发出金丝啊啊啊啊我给这金丝帽一年里为的土金条不牙膏为的看元宝会走少风吃古堡一同年万古三千条三千条铜钿我分拿掉，哎，还是我这老婆好。侬今朝不赔我铜钿三千条，哎呀呀呀呀！我全全铺盖到那屋里来过啊！八十我要找那八十那好在不在那奇怪的个这毛毛在在上一直要被三千条铜钿弄去赔去弄去赔去哎呀阿公啊毛毛不是我战士是张师傅战士个啦侬讲哎我是真的张师傅到俺屋里来过铜那三十我才王毛毛拖着一个海翔那张师傅哪个一副的战士嘞我那是帮一起管管掉个啦哦跟他跑进去哎三十伯和这毛毛倒正帮着我个忙呢。那他老管家跑进去发我出来的呀？哎，三十伯，来来来来来，侬要陪毛毛？好个好个，不陪毛毛我发疼死个。哎，那好个，好个好个好个。要是能做我第三方媳妇啊，我不弄十两银子。项目没到了我的身上。这两银子根本嫁侬五两这张项目十目嘛三十两三十两就三十两懂嘞侬等一等东头发着西头中有十步大嘞十年老个人心不要一动的要得一股啊那三十目先不能十两那那那侬时辰已有早数不齐一言为定嘎好多只要我吃啦吃啦两个刀把侬掏到去金牙龙我只要掏到去金牢再把门弟弟哭包了奇怪掉前面像木头我杀你了后面起手我是身上天宝，侬不该战胜我这金丝毛啊！我这金丝毛，以一年为我三生毛么？清早起来盼毛毛你，你望毛毛，你夜到还为我毛，一年里为的干净掉，你夜到为的土元宝，回嘴嘲讽自古宝是铜钿万古三千阿、啊、雕。啊，侬今早不陪我铜钿三千雕，我院里高，府里高，圆滚衙门我上宝宝么？圆滚太太我相好，我耳朵轻轻咬一咬，啊咬的侬。是骆驼花钱浪浪叫一根链条金上套拖到公堂去屁股靠嘛一脚踢了侬手盖了啊说得侬头上插青草说得侬屁股啊烂过掉拖劳动侬个杀天刀与得动啊爹侬啊五人高、啊、我实在是个腿什么啊你那边金丝毛我是水里煮肚皮牙包成功度你苦冬了就是我的苦冬大山高做满我连我那平平切切都麻掉冬天不是三千雕啊弄今早是撇不吃冬天三千雕我都弄到富的衙门去陪呀啊叫三十步三十步这说这说这说哎呀三一点我弄真不晓得了哦我这毛毛了不成苦都一夜到头来战胜哎呀你老外头难困吧难困吧到里头去讲到里头去讲
哎呀，张师傅啊，侬真手里不上眼睛，搿只奇怪雕侬弄得一股啊。是呀。哎，张师傅啊，我是真心真意的，侬个阿囡拨我做第三房媳妇，三十步搿搭个铜钿由我来担待。哦，阿囡个事体要问阿囡自家个呀。那，侬个老糊涂到真是太是糊涂，七窍不通达啊！那像神医电话给中间人家没是那只金丝灯笼抓抓不到了呀！哦，侬还不答应啊？那没办法嘞，吃官司去！阿奶呀，阿奶呀！三叔伯啊，侬让俺爹到哪里去呀？吃官司去！我爹往上放，明俺爹自家。阿爹啊，做啥？阿奶。这毛毛乖乖说你晓得嘞，要我办三千吊铜钿，我办不出来，我去官司去呀。这奇怪吊到厉害的，那么上你电话来做啥呢？哟，三千吊铜钿你来办，就是要侬比拉做第三房媳妇。奇怪吊上门出刚刚康，上你电话来做何事忙？一条金鱼一条，随时要讨我绝情啊，其中一定有蹊跷，不常想我真好怕。阿奴，我弄一老公吧。阿爹，一只磨得多受为了，干得多受为到，弄啥破衣翻不好，弄快我来教训个杂技花雕。秋秋姑娘，侬放心，我同三十伯已经讲好了啊。三十伯，侬回去三千吊铜钿问我来啊。啊，好姑妈，啥人电话？噶真要谢谢侬的好意了。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噶侬手机给我。哎，好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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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伯啊，俺们大家前年的时候日日要见面哦，噶个大操大那么像啥个样子呢？人家来了讲，正理嘛就是一条，往理嘛有十七八条。那么有理讲理，三叔伯，那坐下来讲，坐下来讲。哎呀，到底是绝情姑娘啊！可讲起个闲话来，真噶有道有理个。说你要是讨厌去做媳妇啦，真是先生收来个好福气呀！三叔伯啊。是不是俺爹都弄只毛毛都来杀掉了？是呀，我是几年来的心血啦，养得一只宝毛毛，把那个阿爹也给你拿到来赚身体了。三师傅啊，毛毛嘛总要陪侬个，跟侬讲那个东西也要弄弄清桑。那我在乎那啥东西呀、啊？那一年拿个女婿来做客，侬唔杀不一切。我屋里可欠一只黄毛啊，有不有啊？哦，有个有个，哦哟，已经都安安送呀，侬看好嘞，看不完啦。搿玩意只短，短了啦，还不侬啊？搿玩意光称嘞？哦，一根短钢秤啊！哦哟，一整啊不整啊，新花都快不出来了啦！那当中那五十斤嘛一敲，一百斤嘛一敲，还脱嘞？搿玩意不好拆呢？我猜哦哟一把破菜呀、啊、是好用的啦啊一年拿一个文堂哦嘟噜噜嘟噜噜追过来我文堂都来切掉嘞干完月光冰呢冰啊冰不烧壶烧掉了呀烧壶烧掉了哎烧掉了三叔伯啊这样东西倒不要紧哦这光冰我是一定要还的哦搿玩侬只信个好嘞，侬问我啥个是个呢？啊，三字，不是三字，啊个单字，不是单字，赵听字，不是赵听字，那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难道会变受不掉？赛道赛道真赛道，一说不出是受不掉，上帝谢天，受不掉，侬哪里来个？哪里来个？从十七走到月上上，多
根梳不掉，东上西上上不牢，上那个墙顶啦，刚刚好一把枪随身放，我枪出来一记宽，一个亲自给我办。我枪出来没一记说，以后路过会别扭。我枪出来一记短，一碗青丝变碗酒，我枪出来一记枪，枪出半头年恩师呀。五虎哈将，老七拉喇叭响，着急找哈找土壤，望着你去村长，铁路路是去两两，路与那寒菜光啊，那云来天长，我强路来吵一吵，一张一死七分两，七分啊两，都走都走，真都走，我辛苦了。哦，虽说弄根说不掉，也接不来我这金丝毛。我不枪是上上，贵州朝奉去国宝，铜钿万古落千雕，落千雕铜钿我分马掉。陪侬一扎金丝毛，铜钿之气三千吊，侬陪我个说不你吃掉，落千吊铜钿分好少，三千吊铜钿都来找，但是谦虚倒怕了，侬三千吊铜钿分来找，我的侬到中家食堂去跑一跑，请留守叫来一肚套，请吃过张他公张不高，我要侬拉众人面前来快刀，我在告发侬个女头脑，腿子毛硬色子金丝毛，关上门来做帮套，杀得大家辛苦毛，滚水弄在鸡瓜掉，弄子好夜里应该把盘套，夜里是说的破庙，顿暖西不四次跳，把侬抱头路弄个死死命啊掉。不得了不得了，我今朝胖子多好了，一个腿才比我好，是个长相我分好啊头，叫上三十个鸡瓜掉，弄着毛毛我知道，前程女的姜姥姥，一只黄毛毛，三年一苦上我两只毛，弄死明天女大宝，出来一张黄毛毛，阿里未变金丝毛，阿里未变金丝毛，就是夸女小姑落寞，弄得我心里有所焦意呀。家上姑娘绝金毛，我这份是金丝毛，是说不掉嘛，大家都来呼叫。侬说不是金丝毛，我更是真正的说破你吹掉。侬眼睛不要脸嘎嘎，侬还我一扎黄毛啊！侬偏生不要脸兜兜，还我一扎宽口兜。上家不要脸笨笨，侬还我一根短钢绳。头皮不要脸糟糟，还我说不你吹啊！这告诉侬叫我靠么？侬想逃来慢慢叫。哎呦，三叔伯啊，你真有点动过脑，不是我帮的了。龙为举金掏不到，侬叫我上门向我掏，侬想拉拉不掉，我不与我去掏掏啊宝。姑娘想来为人好，是不是愿意给一招？叫
上殿王杀你了，弄成为看风司徒做好了，弄是有点有点称呼啊，有道有理才好好。哪里哪里，是故他婚姻要良好，家也好，为啥鬼鬼祟祟上火桥？这光是侬叫一套，项目是侬上门套，今朝哪套我是套，我的那套中家是当乞丐啊啊叫。侬侬没心里暗说要要好，我不该上几个圈套做工啊靠！姑娘啊，么侬好比蚂蚱蜈蚣缝缝上，是不是让我这一招？姑娘今朝把弄少，下趟要不要做钢铐？这子教训不算小，我何止再不管做钢啊铐？还弄真把女婆刀，下趟再考教分娘。杀你了！我的女头脑么，从此跟侬断送掉。我出来头侬想逃，三十来人中万事要。我还想明日讨回十两头老嘞。侬二十来人子发来找，中家是当侬欺压宝。去，侬去吧。你子都来，都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都来了。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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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喂，三老头。你还真有能，小喇子放心。哎呀，真着急，非啥是保密哟。三个门点的万事保本啊。